公子，你快来看啊，这画上有好多美丽的姑娘。哇，都是天上的仙女啊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里不是凡间，是男人的味道。在下朱孝廉，愿和姑娘交个朋友。你们需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满足。那岂不是天堂啊？难得的好地方。你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没有朋友呢？她在想什么我最懂，这里只能是地狱。情爱对我们女人来讲只会带来伤害。这几个男人非死不可。王仁，快呀！